下水喽！失踪了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现在在 Kuta Beach。 那现在在我旁边的这位呢，就是小龙 Boyfriend Brother Right 对，他们在这边有一个那个摊位，然后大家如果来 Kuta 的话，可以找他们做冲浪啊，或者是教学珠板什么的。谢谢好，然后现在哇，回来这个库塔呢，就是当初我第一次来巴厘岛冲浪的时候啊，那个时候就是来工作拍广告，然后最后一天赶在飞机之前来冲了一个小时的浪，然后我就感觉哇，巴厘岛浪实在是太好了，所以一直很想要来巴厘岛冲浪。那这一次就终于来到了巴厘岛真正的冲浪之旅，然后今天就回来巴厘岛的库塔这边，然后哇，这边真的是沙滩就优美又长，很舒服。真的是 那种回忆涌上心头啦，因为那时候其实还刚做 YouTuber 嘛，然后就很有荣幸可以接了广告，顺便来巴厘岛玩啊。那如果大家想看之前的影片呢，因为那时候有去那个自由潜水，又到那个土兰奔去玩，然后可以看 我之前的影片，我放在这个上面哦，大家可以去看。好啦，那等一下看看，如果浪再不错的话就下水冲一下，那如果就算没有下水，我躺在沙滩上我也觉得快乐，对不对？昨天这么多人在晒屁股，终于该轮到我晒屁股了吧？冲了那么多浪，屁股都黑了，对，屁股都白了。好了，呀、yeah! ！谢谢大家获得两只充气娃娃。下水喽！上午在库塔以后，我们就跟着这个教练。对了，今天就是 Fendi 有请一个教练来教大家怎么看浪啊，或是怎么追这边的浪，然后学习一下新的知识。好，那后来那个教练带我们去吃了一个当地的当地餐厅吧，那很好吃也很便宜，可是我忘记拍了，那也忘记叫什么名字，但没关系，因为这边很多这种当地的餐厅或自助餐，什么都很好吃，然后也蛮便宜的。那现在又回来这个Fins， 就是旁边是一个最大的夜店，那这个沙滩叫 Berawa， 如果我没有念错的话应该就叫 Berawa。 那这边很漂亮，然后也是一样有非常多一排的像这样子，其实这边每一个沙滩几乎都有这样一整排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样子非常舒服，你可以坐在这边吃一点东西，喝一点饮料，然后看大家冲浪，很舒服的一个午后吧。他们很喜欢在这边享受这种午后的感觉。那等一下就会在前面冲浪，希望真的是可以拍得到啊！因为其实在这边冲浪真的不好拍，因为第一个
人有点多，然后有点距离，所以找不太到人。那加上冲的次数没有很多，因为人也蛮强的嘛，所以要能拿到浪是不容易的，所以还是尽量希望可以拍到冲浪的画面。那没有冲浪画面，我也会拍那个当地人或是一些老外冲浪，那这样子看上去也会好不好？还不错啦，至少大家知道这边浪是很好的。好啦，那就哎呦，不好意思，哎，过来，金淼老师，不要再救救。好了，要下水了，下水下水，要不然要下雨了。是冲到太累是不是？玩到了手，抬不起来了，真的都受伤了。那个是炫耀文吧？没有炫耀，是努力文。对，努力文，认真练习。我现在可以很确定的，这边的小浪呢，就是一人到一人半，好不好？这边小浪季就是一人到一人半，然后他们大浪季就真的应该是两人多起跳。然后那个什么乌鲁阿族那种4-5人高啊，这应该是还是他们的大浪季，但是这边的小浪季就是我们的大浪，而且我觉得相对的在这边玩是比较轻松的，因为它不会像我们台湾如果要真的要到一人多的浪，然后那个东北季风或台风的时候 inside 是很滚啊，很难出去，流很强啊，这边没有，这边其实相对的就很像台湾的夏天乌石港那样，可是呢 outside 就是一人多的浪，所以玩起来是相对轻松，而且比较好练习。好了，又到了这个最后的尾声，那就回去又要吃个饭，然后就要说再见。哦，对了，我刚刚被那个人妖搭讪，好恐怖啊！不知道为什么哎。对啊，我还想说，是不是来个什么异国恋啊？结果没有，三个人不对啊，越讲话那个声音怪腔怪调的。后来确定真的是人妖，但我没有歧视人妖的意思啊，就是。我是这个异性恋者嘛，然后突然被搭讪，脸不熟的会觉得有点奇怪，好不好？好啦，那好啦，好，就这样子，就这样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威毅，谢谢你收看这支影片，别忘了记得按赞、订阅与分享哦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